2023年4月17日，伯南翰会堂特别公告。早晨，今天是星期一，2023年4月17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公告，来自伯南翰会堂。为了配合我们每个周日在家庭慈带教会听到的教会时代信息，我们都想邀请你们在整个星期里面阅读你的教会时代书籍中的相应章节。正如伯南翰弟兄在这个系列的第一篇信息中所引用的，读的人和听这个预言的人都是有福的。对于这样一个对华语的深入研究，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暂停思考，并为伯南翰弟兄在教会时代一书中每一个非凡的陈述祷告，总是对我们有帮助的。仍然，你亦都可以听一下教会时代书的音讯。这个音讯会在这个星期每一日在生命线上播放。每个音讯的章节将会在星期一上午9点、星期二中午12点、星期三下午3点、星期四下午6点、星期五晚上9点发放，方便你在方便的时间收听。而在年青基金会的网站上面，也都会为每一个章节发布新的测验，供青年基金会注册了的青年使用。从5月份的开始，主日磁带的测验将会取代通常为你们提供每月2次的测验。这个是一个累积分的好机会，因为测验的数量增加了1倍，但每项测验仍然维持10分。我们祈祷这个对教会时代系列的深入研究将会是对你和你整个家庭的特别祝福。约瑟弟兄，直到下一次，愿你平安。